准备吼起来吧。刚多罚球而已、啊、是，所以我想当他进球快攻之后，发球的人一定要快，而且在他还没有落位的时候要赶快发完球之后转换的到前场去。哇，这第二波的成功率其实有点惨淡。是法师这一球进算加罚 and one。 是没错，那这也是上个球季其实工程辉哥反腰底角法师底线的跳投马上还以颜色。哇，起了哇，三分球，今天第一次尝试就有。吉伦漂亮的盖球、哦、但这一球想扣没进、哦、法师来了，打得相当客气啊，是上来得分，这个也是领航员的一哥当比赛首度得分。嗯，三分球 for three， 法师很快还以颜色了。是，这一波打得相当有耐心，高国豪获得一个不错的出手机会，篮底下再抢，法师有第二波，法师打板进。法师突如其来拔起来，哇，这一节真的是 on fire 了，他们已经投进了三颗三分了，迫使他要下球的情况之下，你只能从下面去做到一些偷球的动作。法师直接飞进来喽、哦！这臂展伸长，把球抄走。法师有一次前场秀探的机会，救急攻略术来了。哇，这就是忙中出错啊！最后七秒钟，还是选择来做攻击哦。结果被阿成盖了一个火锅，将比赛也结束了。中场新竹接口工程师以95-83击败了桃园领航员。也拿下了最近的二连胜，目前的战绩是2-1。那至于桃园领航员，则是苦吞了开季的3连败。